就是二弟，早硬气点，早一统天下，那确实兄弟。当年要是有你辅佐着，不对，当年要是你呀、啊，那肯定就是称霸全球了，那就是一统江山了。恨在没有生在那个世道啊！这咋还这么卡呢？没完了！先把这孩子给我打了，他就应该 A 闪，他如果刚才不用 A 闪，他是不可能打得过我们的。你还追呀、啊、你这有精神病是吧？追啥呀？来来，控控控控控，对对控，还敢控线？你对你兵你就都别吃啊，你就都别吃那些兵，别吃了。反正我什么时候回家我都是合适的，兵线都是往出推的，我也无所谓。本来他能补挺多刀的，他不补，他就硬不让我们回家，像有精神病一样。我先一他骸骨，包女儿马上到。先扣一下 ，EAW 平 A， 平 A 接扣，扎的准呢、啊，包女儿，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控线儿，啊，我让你明白明白什么叫控线儿，你瞅你控那个线儿吧。我咋那么讨厌玩剑尖儿的呢？我就烦那些玩剑尖儿的，是不是歧视？我烦这个英雄。为啥？不知道为啥，就是讨厌这个英雄。觉得这个英雄很装逼，再见了朋友，我要回家了。就这么除吧，这个女神之泪咱也不着急。
三姐妹你都挺讨厌的，谁是三姐妹？瑞文呐，剑姬儿，还有个谁呀？瑞文我也讨厌。刀妹儿我也讨厌，确实我也讨厌。武器大师我也讨厌。我就喜欢什么呢？我想想啊，我就喜欢那卢仙滑板鞋。青钢影我也讨厌，好像没有我不讨厌的人，算了吧。哎，剑魔我喜欢，我喜欢剑魔。挖坑你一下。踢你一下，再抠你一下，让他摸一下没有关系。这波呀，这波是替身攻击。回家了。这咋办啊？我出不了装，我的闪电有点太多了。我这闪电血月是有点多了，我现在鞋还没出呢。我这些钱能不能够买个三项的？我看啊，700、1100，这个是850，这个400、1000。闪电有点多呀。他没办法，蓝不够啊，重伤的药蓝又不够，就只能这样了。一会儿也只能把那个血瓶给卖了，买个皮鞋。俺们家这包女还可以啊，先去查个眼。我们就杀他蜘蛛，你干哈呢？不是，我又绕了一圈。哎，好闪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行，别上。哎呀呀呀，好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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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能不能打个戏。可以干，我到你的旁边呢。让他打吧，没有关系。176块，这回三项够了。
剑姬应该是有传送啊。你说你俩能打过我吗？玩儿呢是不是啊？弄啥嘞呀？我说我要回家，你偏不让回家。这回能让回家了不？一下塔给你拔了吧，没办法，不让回家。你说这硬就让留我呀？还往草丛里边插眼，还不让走，就不让走。哎，今天必须得给我留下，你就走不了。不让走，属实是有点难受。那蜘蛛六级，俺们家包女八级。收波兵，连同把他杀了。派克这个姿势可以。吃我一个扣！吃我一个扣！派克跟剑姬吵架了，看着吗？但是我不上当，哎，我等个20秒再去杀他俩。这波很有可能蜘蛛在上面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可能想惩戒我们 W 过来。来，去左边。 这还跑啥呀？你像你能跑了似的，你有多少移速？我红哪去了？你给我打了。他把我们红给打了，打个峡谷先锋直接一波了得了。包女儿出美甲窃魂卷了，你看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那派克敢把技能放了？没事，必死，被我红 buff 粘住了。呀吼！
投降了。胜利。投降归投降，怎么还是这么卡呀？